你谁呀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种斯文败类，看见我一个女孩喝多了，然后就把我带到酒店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要代表正义消灭你。你干嘛？你疯了？喂！我出去。啊！我喘不过气了。啊！你干嘛去？你还有肌肉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只是啊。那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没有假正经的女白领，没有花名册，更不可能有游戏里的那个我。跟我说什么？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喜欢一个人，并且他也知道。而且我也清楚，他也明明很在意我，他会难过，会生气，会吃醋，会担心。如果这不算喜欢，那什么才算？被魔鬼支配了呢？走。不再睡会儿啊？不用睡了，我有点口渴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徐总监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不会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啊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怎么样？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好看啊？一般。一般？一般什么意思啊？一般就是凑合。哦，凑合好。我已经把酒会的时间地点发到你的手机上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没有答应你我会去吧。
那刚才是谁说自己会误闯误打？是我，但是我后悔了，行了吧？不行。这么敷衍的？那我不是不会做吗？那要不然这样行了吧？不够。姐，给我开个门吧，我来蹭饭了。我想假装不在家，行吗？姐，我不想去。你再不开门，我自己进来了。不去。啊？姐，等你答应了。亲一下再去。啊，亲一下再去。这样能去了吗？不够。这是你。感谢。Thank you。就这么感谢啊？电话。一会儿。哎，是我妈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，林泽。你既然已经上了我的贼船，不选都不行。闻到了吗？我没喝酒，因为你在等我。看来你又逃过了一劫啊。莫林泽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刚跟我妈夸过你，你就给我来这一套是不是？松手。你不要。松开。哼。徐清佑，嗯，你从来没给我做过那个动作，我要你现在马上做给我看。什么？超级无敌可爱萌的那个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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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走了，回家，快点，快一点。这个格上一动都不许动，听到没有？嗯嗯，我乖乖听话，你不许生气。你想让我别生气是吧？那作为交换条件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好不好？你说一句我说一句。嗯，我莫林泽特此声明。你许清幽特此声明。我是许清幽，你是莫林泽。你是许清幽，我是莫林泽。忍耐，非凡的忍耐才能换来我的家庭地位。嗯，从此以后都乖乖听许清幽的话，他说一你绝对不说二。从此以后都乖乖听莫林泽的话，我说一你不许说二。我看你是根本没喝多吧，你故意的吧你。嗯嗯，如果违约的话承担一切家务，违约责任和惩罚需要和法务商量。没事，反正剪辑一下也能用。走吧。
徐总监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也是我最珍惜的东西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愿意接受它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很漂亮，谢谢。莫总早。早啊，徐总监。啊，你不会是买了那种爱心形状的模具吧？我像是那种会做那么幼稚事情的人吗？是吗？你知道吗？爱情才会使人幼稚，所以呢，尽管幼稚，别客气。嗯，徐总监，嗯，你一定要让我这么无地自容吗？嗯，嘿，我不是要让你无地自容，我是在夸你特别可爱。怎么了？从此以后，一步都别跟我分开。遵命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寻找理想的感情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你一样，在最初的时候便打动了我。世界这么大，幸好遇到你。未来的我不会再迷路了。徐清幽，你愿意嫁给我？心疼。
nothing but you.